如何折六角星盒子？厌倦了四四方方的盒子，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折一个六角星的盒子？几分钟网教你如何折六角星盒子。你将需要12张正方形彩纸，双面胶。第一步，将彩纸上下对折，接着将上下底边折向中间折痕，展开留下折痕。第二步，将纸的左上方顶点对准第一条折痕，向右下方折叠，展开留下折痕。第三步，以刚刚折出来的焦点为顶点，向后折叠，第四步，按照第一条折痕和竖的折痕，将纸顶边向下折叠，左侧边向后折叠。第五步，翻转模型，按照折痕展开右上方角，压平折叠，并同时将左上方角向第二条折痕折叠。第六步，将模型翻过来，将焦点对准第二条折痕，向右下方折叠。第七步，以此折痕为边，折出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折痕。第八步，将上方的矩形竖起，将等边三角形顶角的右半边向左翻折。再将矩形向下折叠。第九步，将右下方的矩形按等边三角形的边向右上方折叠。第十步，将整个底面向左折叠，并使上面的矩形形成鳞状。第十一步，按相同步骤再制作五个相同的折纸模型。第十二步，将六个折纸模型插在一起，形成六角的底即可。第十三步，取一张彩纸，折出原来彩纸六分之一的折痕。第十四步，将底边对准折出的折痕对折，展开留下折痕。第十五步，将底边对准上一步的折痕对折，展开留下折痕。第十六步，将右下方的顶角对准第一条折痕，向左上方折叠。展开留下折痕。第十七步，以焦点为顶点，向后翻折。将右边按折痕向左翻折。第十八步，向内打开角，压平折叠。第十九步，将模型旋转90度，将底边向上对折，将焦点对准折痕向下翻折。以此折痕为边，折出一个等边三角形。第二十步，将左边矩形向右翻折，展开留下折痕。
第21步，将模型打开，将左边向右翻折，再往左折至三角形边与下边第一条折痕的交点处。然后把上边和右边折回来。第22步，翻转模型，以左上角的角平分线为折痕，将底边向下翻折。第23步，翻转模型，将左底面按折痕向右翻折，并使上面的矩形形成鳞状。第24步，用相同的方法再折出五个模型。第25步，将模型组合在一起作为盖子。第26步，将盖子和底组合在一起即可。你知道吗？西方将太阳神阿波罗视为纯金，另外的其他元素则视为六个缪斯女神。正三角形代表了火，倒三角形则代表了水，两者重叠交缠而成的六角星，则代表了六项元素轮转后所造成的永恒琉璃。